坐。老乡，你这内伤有点严重啊。没事，没事。旭哥哥，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爷爷不会有事的。张旭东啊，你这针法这么玄妙，我这老毛病啊，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了。对不起啊，老乡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还不能把你彻底治好。你的修为虽然很低，但是你的天赋很好，假医师一定会有所作为的。进阶了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。得了吧，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？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，你能帮我养伤内伤。七日之后，我要出去一趟。爷爷，你要走吗？是，咱们夏家的事应该有个了结了。志荣，哎，旭哥哥，你醒了？嗯，我爸他们呢？哦，他们下去晨练了。嗯，这段时间真辛苦你了，每天给我们做饭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喜欢做饭呀。对了，旭哥哥，你尝一下吧。嗯。你今天输的，那个我不是的。来来来，吃点什么？老夏，雨柔的独家山药啊。萱萱，沈萱萱，你当着你未婚夫的面和别的男人靠这么近，不太好吧？赵云杰，你是失忆了吗？早在天一阁的时候，我们婚约已经解除了。笑。这婚约是我和你父亲定下的，岂是你们这些小辈说解除就解除的？小子，看好你的家里人吧，别哪天回去突然就少了一个。赵总，这是在威胁我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那好，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们。如果我家里少了任何一个人，我让你们整个赵家陪葬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，那我拭目以待。这不是赵总吗？没事。萱萱，这位就是你说的神医？对，大哥，他就是张旭东。别怪哥哥多嘴，你看看他，哪点比得上赵家公子啊？大哥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喜欢赵云杰，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？这事儿啊，由不得你。好了，萱萱，咱不跟他计较。我这大哥呀，平时就花天酒地的。也不知最近为什么突然管起我的事儿来，还是我孙女懂我，真是好东西。爷爷喜欢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阿旭有礼物送给您。萱萱啊，张旭东家的条件送得起礼吗？爷爷，这是我一点小心意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这不就地摊货吗？没钱啊，就别丢人现眼了。沈浩，旭东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，你再这样就给我滚出去。我旭东啊，你人来就好。这玉，爷爷，这是冰花芙蓉玉，是玉中的极品。这小子怎么可能买得起？不会是赝品吗？我还没到老眼昏花的程度。这玉从何而来啊？这是我先生从天一阁逃回来的。你还会鉴宝？略知一二。真是好小伙，一表人才，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沈浩，今天您大寿，又是良辰吉日，我看就把咱们云杰和萱萱的日子给定下来吧。婚约的事，萱萱跟我说了，不是已经解除了吗？那都是小辈们开玩笑，不算数。我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我就算当尼姑，我也不会嫁给赵云杰这个小人。沈萱萱，你个贱人！赵云杰，你是怎么说话呢？爷爷，您看，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您难道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我绝不允许萱萱手嫁非人。我宣布赵云杰跟我孙女沈萱萱婚姻正式解除。沈浩，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您百年后除了我们赵家，谁还能保护沈萱萱呢？这就不劳您操心了。沈老爷子，您确定要和我赵家翻脸啊？翻脸如何？真以为你们赵家可以只手遮天吗？没错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沈家和你赵家没有任何瓜葛。好，很好。
你会后悔的。我们走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阿旭，你快过来看看爷爷怎么了。方云轩，有我在，爷爷不会有事。你少在那装好人了，一定是你给下的毒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还说你狼子野心呢。你一来，爷爷出事了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爷爷，旭东啊，我可能种植凝露天香，是慢性毒药，能够揭牌吗？爷爷，你不能让他给你解。你忘了，那王振荣来京都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做那掌权者吗？若不是沈家和赵家的联盟，早就得逞了。你再看他，他又是给张旭东买车，又是买房，里边啊，指定有什么交易。我没有。爷爷，你重太深，我先给你看看。来，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我在保护爷爷。夏云旭东，夏云旭，我有处方。好的。原来是你，沈浩，你这个畜生，我真后悔当初收留了你。还不是你瞧不起我。瞧不起你的是你自己。你少推卸责任了，你把什么事都交给沈轩轩做，你什么时候想过我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想爷爷？尽管你一直无所作为，可爷爷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就在今天，爷爷把沈家的一半势力都给你，可你呢？不可能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看在这么多年的爷孙面上，你就饶了我这回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沈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要我爷爷，还不快滚！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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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为爷爷上床，我来给他驱毒。好，爷爷。爷爷现在怎么样了？爷爷毒素已经彻底清除了，情况呀只是时间问题。阿雪，这次还好因为有你，要不然爷爷恐怕就……雪雪，跟我就别客气了。再说了，谁又能想到沈浩会蛰伏这么久呢？大哥这样，爷爷应该很难过吧？啊。赵总。你今天找我过来到底什么事情啊？确实有一事想请大师给帮帮忙啊。说吧，卖什么关子？好，我想让沈家消失，如果大师能够帮我扳倒，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那你帮我准备20枚极品古玉吧。哼，也行啊，这不行啊，等我手术沈家再来收拾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出血的。大齐，轩轩，你们两个名下有很多业务都是跟赵家合作，从今天都断了。是的，爷爷。旭东啊，这次你帮了沈家很大的忙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。您别客气，爷爷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阿旭，你就别推辞了。那行，不过我还没想好，先欠着如何？是孙楠，王振荣的人。喂，孙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九爷找你，现在来西雨月亭一趟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行，你去吧，自己多加小心。好。爷爷，我去送送他。好。好了，萱萱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去可以。旭哥哥，王小姐怎么亲自出来了？你不高兴吗？我是有女朋友的。我知道，不就是沈轩轩吗？我上次说过呀，我不介意的。唉，真是个小朋友。九爷，这张旭东可靠吗？现在燕京市动荡不安，想要得到那个人的帮助，现在就必须请张旭东帮忙。那雨梦，我王振荣的女儿想要的东西，我一定会让他得到的。